明天有空吗？没有呀。没空，你算了。我说你没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有啊。找你聊聊天。我吗？啊。嗯。怎么你可以拒绝的？好吧。啊？好吧。你可以拒绝的哦。 OK。 我去看病。什么？我去看病。你去看病？嗯，胃痉挛。我现在强忍着痛楚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可能昨天吃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撑得住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哇，如果我胃痉挛，可能瘫在小屋了。我还是很能忍。 本来今天是准备了一个野餐，嗯，对，就是阳光不是那么好嘛，然后，但是这个也是向日葵什么的，我今天买的，不是给我的，给你拿着也可以。然后呢，我还有野餐的东西，我今天在小屋的时候做的，我虽然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 坐了一早吗？一整个中午，两三个小时。没出什么事故吧？没有。看海吧，看萧瑟的海吧。也没有在海边野餐过呢。两次都是你的海。我觉得我们像在过家家。然后这个呢？这个怎么了？这个是一个小帐篷。啊？可以钻进去的吗？你想钻进去也可以。 就这样吧，可以吗？好了，绝了！你看，好美啊！ 给我选夕阳日落还是这种，我选这个。你选这个啊？对啊。我想先吃一口，我很怕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尝。还可以。还行吧。可以。可以哈。我做不出来。那你要都做出来，我做什么？ 在这种地方吃草，在酒吧吃粉，妙啊！ 那我宁愿这样，为什么呢？比较特别一点。所以你是喜欢做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？我看我们就是个奇奇怪怪的人。还有下个节目吗？嗯，有没有呢？我觉得是有的。还有啊。 都几点了，你还想有？这么快把我赶回家？
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就再安排一个吧。哎，你能不能认真呀？再安排一个算了，真的是。发现你最近的演技真的是一间比一间奇怪。是再安排一个。你在笑，你在笑。我不天天笑吗？嗯，没有的。你说真话的时候不笑了。这么观察我、啊？这么观察我、啊？你观察我多久、啊？13。你从第一天？对啊。就观察。开心，谢谢你今天的安排。我虽然没有带花，但我带了冰淇淋玫瑰花。哦，这个是可爱多冰淇淋吗？想要吃一根吗？好好吃啊！走吧。我上一次做摩天轮什么时候？不要开 party 的时候。好像印象中我真的没有坐过摩天轮，一次都没有吗？好，请注意脚下安全。就是平时的样子。我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好吧，然后就去做了一个咨询，然后他就给我测试沙盘，然后我最后摆出来的那一整幅画就是摆一个摩天轮。所以这是一个治疗，就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。我不知道我会摆什么门出来，就身边有朋友说，就我像是一滩湖水一样，就很静很静的那种。你看出来就是那种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。嗯。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太敏感了，就我虽然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但我想太多会。你不会觉得很烦吗？至今还没有很烦到我。哦，还没有一点点烦是吧？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样子的？每天都在观察。就我觉得你会有在 double think， 就是一句话该不该说 ，O 不 OK？ 要不还是先不说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？我有一种疏离感。尊敬的游客朋友们，疏离也有了，也有些时候是聊天的时候。就我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就会说出来。笑什么？
继续刚才那个话题。你说。我说你藏着掖着。干嘛？你是在观察？我没有。什么结论？你的藏着掖着是属于会切换一个模式的人。是你没有任何自己出来。所以是吗？你看你又不给我答复了。我所说的所有的东西你都没有任何回应。你这个真的。你就不予置评。就是哦这样。我不是很知道我自己对感情是什么样子的。就我也很少表达我自己的观点。但是确实还是自己，只是人是有多面的嘛。我也觉得。怎么了？你明显吗？是吗？是吧？我觉得挺好的。很好看。羡慕不来的，长得很会不会很搞笑？是吗？